为着开拓囡仔视野，鹿港国小即届行出教室，串联学童前往新平的有线电视公司进行参访的活动。头一届参观念影屏，加体验做主播报新闻，拢感觉真新鲜趣味。确认完之后，就是主播要进。大家拢咧看大众化新闻，到底是如何制作出来？鹿港国小为了拓展囡仔视野，特别甲新平岛友善电视公司合作，22号上午带领囡仔前往参访，希望透过专业详细介绍，让囡仔了解新闻的制播流程，而且对电视媒体产业有更加深入的认识。我们自优班的课程原本就有人文、社会、数理。自然科学还有一些独立研究专题研究的课程，那今天是我们这个人文社会课程一个关于记者营的一个系列的一个课程，那非常感谢新频道有线电视，然后他提供一个非常完整关于主编主播跟后制的整个流程，那我们自优班的小朋友他可以不论在认知情意技能方面都可以得到相当多的知识，特别是让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上主播台实际操作，非常感谢新频道有线电视提供这样的一个学习机会。你去念名病参观的小朋友对任何事物都感觉很新奇，新频道有线电视也特别安排主播体验活动，让小朋友有机会坐上主播台报新闻。鹿港国小的学童在专业的引导之下，可以充满自信面对镜头。鹿港国小进行城乡共学交流活动，我觉得很开心，又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因为在之前在学校都不会有这种体验，现在来这边才可以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因为一般那个小学生都是很少有机会能来这种地方进行拍摄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件非常令人感到快乐而且惊讶的事情。除了体验主播的工作，又安排给小朋友体会记者采访的情况。小朋友专注操作机器，酷似杂剧。新民岛有线电视身为优质在地企业，就是希望透过上下交流，激发囡仔对未来想象力，同时也当达到回馈社会，都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目标。新民岛有线电视专访成功。多中华新闻李冠军、江美菜、回答采访报道。